家早。我们今天很高兴啊，我们有贵宾啊来到我们学校，上来跟小朋友来介绍啊。首先，我们介绍我们管我们石门水库的啊，经济部啊北区水资源局的局长赖局长啊。我们小朋友掌声欢迎赖局长。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副局长张副局长。再介绍我们资源局的邱主任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是我们简秘书。好，还要介绍我们非常关心我们国黑国小我们的督学王督学。好，以及我们今天来参与我们活动啊，我们水资源局的这样的同仁跟贵宾哈，来小朋友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在后面跟国黑小。好，这个我们对，好，谢谢。那小朋友都知道，哎，注意。我们生活在罗马线上，罗马公路上，我们每天啊生活在有山有水的好环境里面，喜不喜欢这边？喜欢。我们喜欢这边，但是我们要不要保护这边？要。要保护这边哈。那今天局长啊很客气啊，他除了要来做相关的宣导之外，还有带相关的宣导品也要送给我们小朋友哈。希望我们小朋友要珍惜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石门水库，我们罗马公路这一条线上好山好水，我们一起来保护它，我们一起在这边跟它好好的一起在跟它生活，一起生存，好不好？好。接下来我想要请我们局长来跟我们小朋友勉励一下，好，局长请。杨校长，还有王督学，好，还有各位老师以及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。早。在这边好不好啊？好。因为这边有什么啊？有山有水。有石门水库，对不对？对。石门水库漂不漂亮啊？漂亮。很好，生活在这边哦，非常的舒服哈。那你们知道今年在南部有发生什么台风？那还有宜兰最近发生了什么啊？淹水。我们这边有没有？没有。我们要不要感谢啊？要感谢我们的葵辉，感谢我们的什么？好，葵辉国小这边还有复兴，还有石门水库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所以既然要感谢这些，我们就好好去爱护它，对不对？好。对。那所以。石门水库是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啊、哦，那有水我们才能够生存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所以水有，而且它要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一定要好好去爱护这个水资源啊、哦。那今天呢，特别到这边来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也送一些小的这个礼物，小背包啊。哦背包，那你们哈、哦，平常啊，或读书的时候你也可以背啊、哦。那大家都每个人都有啊、哦，那大家一定要这个记得有这个背包，一定要爱护这个我们的石门水库还有水资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哈、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导览职工呢，会跟各位呢来解说一些就是水资源的宣导哈、哦。好，就在这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小朋友要考试，等一下考试的是几年级？二年级五年级哈。好，那现在二年级起立，五年级起立。